前总统都没成立少子化办公室，都没重视这个议题。其实重视这个议题也理所当然，不过有时要注意那个名称问题。少子化办公室，就像我们新北市如果犯罪高一点，不能够犯罪办公室，因为是犯罪防治啊。少子化应该要稍微改一下，少子化看起来是少子化，少子化等于少子化，又要少子化办公室，改一下，改我们的比少子化还更有用的金色镜办公厅，金产值办公室，哇，这一定有用，金产值办公室。